就是来，它很特别的是后面走双肩带，颜色跟一般小可爱不一样，特别是黄色跟灰色，我觉得一定要买 SML XL 可不可以穿？绝对可以，完全一体成型的罩杯，然后完全超级高弹。你会看到白色其实完全没有任何这一种合紧的感觉，它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呢，后面是双肩带的部分，所以你想单穿想当内搭，太好用了。这个长度怎样？不让你露肚子，但又不要太长，当你想扎进去跟不想扎的时候都恰到好处。来，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体成型的罩杯，有个罩杯口，所以你想拉就拉出来。内里是长这样子的，它有在做一个内里给大家，它其实有点像那种香蕉黄。好，但是呢，香蕉黄大家都说啊，会不会怎样？会不会很黑？完全不哎、欸，我好喜欢这个颜色。你看黑色是最瘦的，而且又白，因为居然家每次挑的黑色布料都是黑的嫩白，所以呢黑就会又瘦又白又有腰身，然后一样是极弹大弹的。好，这个我觉得大家穿上去很舒服，是因为它的面料是棉料，也非常的亲肤薄透，所以让夏天不论你是搭在衣服里面还是搭在外面都不会有那种很闷热的感觉哦。它不会来的黑色那么暗，可是它是亮白的，是亮白的，然后穿起来还是瘦的。然后灰色你也可以拿去运动，我觉得也蛮适合，就是很质感，然后也是纤细纤细瘦瘦的感觉，然后后松肩带一样都非常的加分哦。